我来解读已经正式上线喽，欢迎大家购买哦。还有啊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就是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勋。那今天的录影时间是6月7号，那明天6月8号就是安妮米鲁生日。那我今天做了一部影片要献给他，还有也抱歉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直接把你的影片给放上来，真的很抱歉。那这部影片是要献给你的。这就是我要献给你的，然后也希望你可以到达10万订阅，也是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然后6月8号就是你要那个周边商品要开始贩售的日子，也是你的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也祝你的周边商品可以大卖啊！6月13号我会带一些信众，很多信众过去，那就让你期待，祝你生日快乐啦！然后在这里再次跟你道个歉，秘鲁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经过你同意就直接把你的影片放到我的频道上面，然后我这要跟你道个歉，秘鲁，对不起，请你谅我。影片就结束啦，喜欢我的影片，影片相当喜欢就订阅，打开二次铃铛，要修嘞，二次铃铛才会接收到我下一次影片或直播讯息。那每周要是不定时发片直播，还有什么问题要？FB 粉丝团、YouTube 留言区、Instagram 都还有 Discord 都可以私讯我。拜拜。